一分钟带你看完《火焰超人》中登场过的怪兽。一、三角怪兽多利贡。二、独角怪兽多利贡拉斯。三、巨大剑龙斯台格拉斯。五、原始恐龙侏罗萨沃尔斯。六、宇宙恐龙斯佩扎。七、宇宙细菌奇诺古拉格斯。八、胶囊怪兽科马格罗斯。九、杀戮怪兽雷龙吉拉斯。十、钢铁怪兽帕兰达威。十一、岩石怪兽斯考拉顿。十二、飞行怪兽泰拉萨乌鲁斯。十三、黄金龙多拉贡。十四、大恐龙切拉诺贡。十五、独角巨兽拉诺萨乌鲁斯。十六、长颈怪兽龙格尼克。十七、强兽萨乌拉王。十八、宇宙怪兽莫克莫克。十九、原始怪兽马古萨乌鲁斯。二十、突风怪兽加刚贡。二十一、双头怪兽达波尔格德。二十二、肉食怪兽迪斯特罗萨乌鲁斯。二十三、猛毒怪兽翠绿杀手。二十四、阴灵怪兽哈莫尼卡。二十五、雷射怪人伊雷纳斯星人。二十六、军刃怪兽加特拉萨乌鲁斯。二十七、行星怪兽布莱卡。二十八、黑暗星人黑撒旦。二十九、原始大怪兽恶魔萨乌鲁斯。三十、合体怪兽贝姆萨王。三十一、宇宙怪兽斯佩古斯。三十二、宇宙怪兽黑暗曼达。